为什么配了旗舰显卡、旗舰 CPU， 你的电脑依然会有卡顿情况？除了传统大件，硬盘在 DIY 电脑里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。今天给你们看看三星这款能让你忘掉卡顿的感觉，战五六年都不成问题的新旗舰990 Pro， 规格进行了大幅升级，采用了三星第七代 TLC 闪存颗粒，基本可以吃满 PCIe4.0 的带宽极限。在实际测试中可以获得顺序读7450兆每秒、顺序写6900兆每秒的成绩，而且 4K 随机读写性能相比于上代产品也有了高达50%的提升。连续读写大文件990 Pro 2TB 可以实现220G 满载不掉速，这样的性能对于各种游戏、各种专业软件都能从容应对。此外啊，它的待机温度为40度左右，10分钟高强度读写大文件测试，最高也没有超过60，并且啊能在三星魔术师软件内调整 SSD 运行模式，并监控运行情况。当然，如果你的预算低一些，目前980 Pro 的性能也依然出色，并且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价。所以，如果你的电脑在 CPU、显卡这些配件都拉到较高的情况下，固态硬盘千万不可节省预算。三星的990 Pro 就是目前旗舰高端品牌装机的不错之选。